大家好，我是龙飞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的是河北省武安市十里店村，这是克鲁克夫妇当年居住的这个小院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克鲁克夫妇在这里一共生活了6个月，他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了那个时期农民革命的历史事件。看一看克鲁克夫妇当年居住的这个农村的小屋，哎，是非常古朴、非常典型的济南民居的农村的居住风格。克鲁克他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土炕出生的，然后看这些家居，这在当年来说应该是最好的、最时髦的。中国，我爱你，中国。